影佢咧，唔係我影佢，我一攞佢咧，佢就咧就瞓喺度咧，真係俾人講啊，企慘。安下我，安下我，安下呢度。睇下佢幾慘啊？咩啊？睇下幾慘。叫大富貴嚇。點解佢？點解佢正面啊？叫小忌廉係嘛？叫小忌廉。唔係我叫佢做小忌廉啫。有冇咩名啊？大富貴。係啊。好，大富貴啊！啊，今朝有靚雞粥食啊！係啊，主人家特登煲俾我食嘅。哇，幾多料？有紅棗，有菜，有雞。一睇下另外一間單位就是日租的，應該是日租嘅，都幾闊落喎。又麻雀台又成。哦。呢度有幾多尺？執過嚟，1500尺。1500尺。執佢日日都電動麻雀台。哦，呢個電動麻雀台。廚房。可以出個露台，有雪櫃可以用啦嚇。呢度一間房，我先買房先。第二間房，廁所。哇！呢個套房嚟嘅喎，套房好大喎，呢間套房真係好闊落。套房呢邊咧就係有個廁所，哇！呢間房啊真係好闊落，就一間房嘅。第一間房，係啊，四間房嘅，係啊，600蚊一日日租，係啦。1500尺，啊！記住我得4張牀啫。今日第三日嘅朝頭早啊，我哋而家就出發去一個景點，跟住就食午餐。今日個天啊，叫做清翻少少。哦，我哋坐呢車。啊！我哋而家就。我哋个好朋友，你好，你好，系啊，郑大斌，郑大斌，大学叫郑佳，就系车我哋出去会其他朋友啦，系啊。我哋落车咧嚟到一个景点，海边嘅，行下先。呢度一辣咧都有啲铺头嘅，有黑人大厦见到，我哋嚟到碧桂园嘅酒店大堂啊，咁呢度有售楼柱，嗰度都有售楼柱，就喺下面。鱼竿几大，犀利！
我哋去到碧桂园嘅酒店里面一个展销厅咧，就有一个不断嘅录音喺度播放咧，扩音机嗰度。我哋当初冇留意就行咗出去，身边有个朋友话好得意，有啲业主竟然喺个碧桂园嘅地方嗰度抗议碧桂园。咁我哋入翻去再听下，咁就录咗下边嘅片段，因为我哋听得唔系太清楚咧，咁啊所以有啲声咧。是我们有字幕，有些是听不到的。各位观众，如果你们听得清楚，或者你熟悉他的口音，那你可以写出来呢，大家参详一下。碧桂园是一个名牌大厦，建设工程之王，第一西大销售品牌，是一个名牌大厦，欺诈消费者，建设质量差，入户门七条小区都是庄稼们在这里是压迫几百人，窗户漏水，房屋漏水，问题多多，随地不解决。碧桂园是著名开发商，建设工程之王，低劣欺诈消费者，碧桂园十里银滩开发商，欺诈消费者，建设质量差，入户门七区都是庄家们在这里是压缩纸板人。见到一个地图，由阿老爷解释。香港北区过到嚟罗湖，路咧就向东呢边啊，东边啊，过少少咧就系呢个盐田区、大梅沙、小梅沙，跟住呢个盐坝高速一路咧就去到呢个惠东啦。十里银滩就喺呢度啦。再过系边度咧？其实咧就系汕尾、海丰。呢度成个咁大地方就惠东嘅。惠东就是惠东园，哦，惠东园，十里银滩的沙滩。隔篱有披萨、重庆小面。阿老爷，我哋而家食斋喎。食斋。系啊，而家上昼十一点几啦，同埋班朋友去呢间斋铺。哇，有个斋自助餐好抵喎。早餐咧就20蚊，午餐就38蚊，晚餐又38蚊。系自助餐嘅斋。在十里銀灘一期的商場中心，看路啊。
喺餐廳呢一邊咧，有啲佛嘅像喺度嘅。咁餐廳又播住啲佛嘅音樂，聽上嚟咧好平靜。喺呢度自己攞碗攞碟嘅。真係熱辣辣，幾好味嘅。阿老爺食咗咩？土豆絲，乜咁清淨啊？冇錯冇錯。嚇？都冇牛扒。食齋食牛扒？呢度食完啲齋咧，餐具又自己拎翻嚟呢度放嘅。餐具回收處，啲碗啊、碟啊。筷子自己摆喺度嘅，厨倒落嚟呢度。而家下午一点啦，咁我哋食完饭，搭翻碧桂园嘅车，翻深圳。呢度系候车厅。呢个就系。十美雲灘的車回深圳，很多人上車了，上滿就開，回深圳的市橋，就是那個羅湖站，好了，夠鐘開車，如果喜歡我們的片請給 like、分享和訂閱，多謝。